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大王要在七日之后迎娶您了。一定是我醒来的方式不对，太吓人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你只要搞定他，我就能回家下来。大王，放过我一马，结婚不如搞事业，寂寞寂寞就很好啊。求求你放我回家。我这身体越发虚弱，必须尽快找回灵珠。灵珠就在他体内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要想取得灵珠，必须与心爱之人心意相通，得到他的真爱之吻。妖怪，他接受不了我晚上这副样子。白天您的容貌，公主可是满意的很的。灵熊，在大夏你一直蒙我，我差点没有认出来你。奎木狼，你需要注意形象管理了。为何你对李雄就如此特别啊？在画社这段日子，他一直保护我，而且会开解我。我答应过他，要跟他一起回家。昨天你说你喜欢我，你记不记得？不管你爱不爱我，也不管你是否心有所属，你都只能是我奎木狼的妻子。你呀，就是太有魅力了。